我想听听前辈你的意见。作为女仆的工作，成为骑士的练习，我应该都没有落下，但修行的进度还是有点缓慢。都是很普通的力量和耐力训练，俯卧撑100次，仰卧起坐100次，下蹲100次，还有环蒙德城长跑2圈的每日晨练。